我进去看看音乐会不会太大声了。等一刚，第一天上班脱衣。哦，想要睡，上班时间到了想要起来，但是不知道被子为什么又自己合上了，眼睛不知道为什么也是张不开。起来喽！哎，张开眼睛。这是画面怎么这么简单呢、啊？吃崩，什么东西？口香糖？哦，加糖。那个咖啡店，猫头鹰巢穴，这些应该有很多以前系列的角色跟寓意在里面，对不对？不用加了吧？嗯，味道很好。朱喜，这么快啊？这个我没有漱口哎、欸，聊什么啊？还是就算了、啊，嘴开着也不管了。一天的作息，从吃牙膏开始。是什么？现在也不是时候。哎、欸，江省鸟食物，这是我上班的地方吧？我的名字叫做 Here，On Here， 罗伯，1913年出生，67，他的生日可能会有一些线索要记了。以这个系列来说了，稍微的看一下，有这扇门是等等哦，刚好七天，今天14号，跟今天一样哎、欸。查房，状态很困惑。今天是1972年8月14，查房。哦，Hill先生，早上好，哎、欸，哎、欸，我出了事故，中文的可以自己看啊。这一次这个系列会不会解谜很难啊？应该还好吧。你的名字是罗巴特，嗯、欸，好记忆哦。我刚才看完，今年是几年啊？1984吗？192，怎么那么多二啊？今天14号，谢谢蛋。哎、欸，他说我在接受治疗，哎，记忆训练。鸟啊，对，投胎的鸟。甜甜圈，箱子，植物，什么？相框，又是什么？远远的怎么会一直有女人的形象出现呢、啊？送饭喽！这个药我觉得我可以不要吃吧。好，晚餐药不吃好像不会进行呢、欸。对啊，好像一定要吃、欸。吃了之后，时间才会进行啊。晚餐过了，娱乐活动，
干，这里是集中营之类的吧？我的娱乐活动是健身哦，不是说玩一些正常一点、真正的娱乐这样啊。让瞧瞧我快速的十秒十六次。这个坐不正，这个手摇太快，它不算呢。已经做完了，还在继续做，出去变大资佬。对家，怎么一天这样规律就是过啦、啊？这个箱子还有四格符号的密码，我还没有完成呢、欸。是说后面才会有吗？分手之日。We met at the usual spot. 哦，有剧情的啦。猫头鹰巢穴。I was having a coffee at my favorite table on the right. 开始在说故事了。嗯，我 just staring at the table. I was stressed out, turning all the stuff. 这个是符号。In the same direction. 要记一下是不是？把所有东西都转到同一个方向。I took a sip. 要喝不喝 ？They served me my donut.他现在吃的东西跟我在那间房间里面吃的是一样的。Another 5 minutes passed. 没有人来是不是啊 ？Finally. 哦哦。She arrived. 对你的脸好熟哦。But beautiful as ever. 这游戏中女生的脸怎么好像？不是这个人，这个女的的脸是特别有印象啊，就是以前那只穿白衣服还是花衣服，然后一直出现，然后死翘翘的那个家伙，是不是？贝塔世界线。She pulled her chair just a little bit closer. She looked away. Not a good sign.这女人眼神犹疑不定，时不时的在注意旁边，不知道是在看些什么东西。我的内心有一股恐惧的感觉。I don't think we should see each other anymore. I've decided. 哇，被发卡了。For a while. 哎，好吧。I didn't know what to say. 好吧。Took another sip. 开口啊，就好吧就好了。I tried to touch her hand, but she pulled away. You, you. 他怎么不说啊？干。And then she was gone. 嗯。I didn't know what to feel. 这男的对这些事情处理的方式是不是很新手啊？他从头到尾一句话也不说，就一直喝着他的咖啡，然后女生说完就走了，这样啊？这每一天睡觉之后会做之前故事的梦啊。被发卡之后，至少也来一个反应吧。比如说，我非常的愤怒，我不想被发卡，这样子有没有？是柳橙汁吗？第二天有个箱子、欸。江神鸟食物，刚又出来了，你在外面了、啊，我看得到外面，但是我不能出去。这次我会记得好好的漱口。不能漱口、啊。这个游戏是不能漱口的、哦。妈的，这到底什么牙膏啊？拉了一坨屎，什么时候拉的我们都不知道，其实已经拉完了。披萨、薯条、汤、
一训练怎么开啊？也许被逼着做出选择，就像我们生长在韩粉家庭，我们被迫做出了选择，但是选出不一样的吧，选出大小不一的，选出图案不同的。做这个测验呢，让我想到你们小学或者是国中、高中，反正不管怎样，一定有做过所谓的智力测验，对不对？你们都得几点啊？你们知道智力测验90就跟一般人有点不一样了吗？100是一般人啊。老师不跟你们讲啊，会公布啦，怎么可能不公布？还是说现在都不公布了？这箱子怎么开啊？乒乓。你们不会公布啊？为什么有些人不会公布啊？但是他测的那个其实不太，不是说很准，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因为跟测验，傻小，我们有一个星星啊，这医生是盯着我啊，这是干嘛？他像看仓鼠一样一直盯着我。看看我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好事。鸟食之伤。I was driving to work. I turned off the radio. The music reminded me. 这音乐好烂啊。I had to stay focused on the road.好，要帮他开去上班啊。I stopped for a red light. A beggar walked up to the car. I rolled down the window. I gave her a coin. The light turned green. I was already late. I had to hurry. 我走错了。下。到了吗？哦。Black smoke rose from the chimneys. 这种互动式的讲解好像蛮有趣的。I entered the code. You are late.Come in. You are late. Come in. I opened the doors. My boss tightened his tie. Hill, you are late. Go to your station. Go to your station. You are late. 来帮他做工哦。这是要装进去而已吗？啊？我怎么要藏？我想到了，照着上面这个方式在分类啦。可是这种分类不是傻小，这种分类不是机器就可以做了吗？不是按按钮哦，搞什么？
选手动的好不好？反正炸牛奶、炸牛乳一样啊！不要按这个按钮。大小，那怎么可能有人不按啊？不可能！人类并没有比仓鼠好到哪里去，好不好 ？My boss pulled his helmet down. 秃头。You are fired. 谢谢。Get your stuff. 谢谢啊。东西来呢？哦，这是我刚进来上班的时候，非常的 happy 啊。然后这段期间认识了不知道是女朋友还是什么的臭脸仔，那个脸真的超臭，不知道是臭什么。照相的时候也不会笑，这一副苦瓜脸这样。自由不用上班，我胡子怎么越来越长了？多了一个盆栽哎，想吃是不是？我不要吃。老板说的话。紧急停车系统827，我被解雇了哦，就是因为我把生产线停止了啦，那老板就没送啊，我不知道那什么按钮，就是想按这种感觉。好了。他吃了甜甜圈，这个是睡死了还是毒死了？吃老鼠？什么屌啊！吃了我的甜甜圈，死在那里了。剃胡子，把鼻子剃了。查房，越来越不耐烦。还好，鸟食的原料，这怎么念啊 ？Canary grass。工作地址，干，咖啡厅的地址 ，ON 就是猫头鹰巢穴嘛。他每次上班都绕这么大条路，是因为怎么不想上班，故意迟到，大概这种感觉吧。827，我想吃鱼。好。不嘞，光头没有。这个什么时候才开啊？妈的，好想开哦！喝茶吃鱼，不行是不是？也许吧，不要。那给我这么多选择有什么意义啊？我一定要按药啊，其他根本就不能按。睡饱吃，吃饱睡。傻笑。
快乐。为什么我们要吃鱼眼睛呢、啊？你们有没有想过？我很小时候吃鱼的时候都会挑鱼眼睛吃，但是想一想又觉得长大就不想吃了这样子。哇，天九牌呀、啊，这干什么啊？应该是照这样脸吧。慢慢来，慢慢来。边。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游戏了。你在骗啊，气死了。九宫格是我最喜欢的游戏了。我家里都放了很多九宫格的收藏。我是个九宫格的达人。出门我也玩九宫。睡觉前我就玩九宫。我拉屎洗澡前我也玩九宫。I woke up in the afternoon again. 我就叫九宫精。自宫精。I had no reason to get up. 嗯，上班也不用上了吧？女朋友还是什么也没有了吧？不知道干嘛了。I was watching TV. 嗯。广告。好吃的食物，好吃的点心，给你家的宠物鸟。这是屁东西啊！嗯，怎么上新闻啦、啊？醒来，高博，你必须醒来！啊？是骇客任务是不是啊？啊小，这些人为什么都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啊？还要把它盖上哦？不要吧！好恶心啊！这是什么啊？他们给我吃的药应该算是类似这种安眠药或镇静剂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会一觉到天亮。在睡觉这段期间，那些医生还是怎么就来乱搞我的身体这样子啊？肚子人，哎、欸。这些 都死过了，都被吃了。女人被找到已经死亡，不是他杀，所以是自杀。这是春夏秋冬嘛，四季嘛，那个时候，代表说这个故事是在第一座的之前，好古老哦，太久远了吧？哭了。What happened to her? 我们的光头总司令没有选上，哭了。对啊。Hello, Mr. Hill. Please open the door. 啊，谁啊？怎么都不讲啊？是警察还是什么？谁啊？这棵树是刚刚在房间里面那个盆栽吗 ？Good afternoon, Mr. Hill. 你是谁啊 ？Our condolences for your loss. The leaves were moving. 他说我们对你的失去很抱歉。三小 ，Thank you. 嗯 ？Do you mind filling out this questionnaire? 节哀顺变，哎。你在梦境中感觉如何？全否定，非常的不爽。我喜欢钓鱼吗？好。Thank you. Please take my card if you ever need any help. 白门精神疗养院和钓鱼。为什么精神疗养院要跟钓鱼嘎在一起啊？哎，醒来了，醒来了，满身大汗，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是很正常的住在这里。也不吃了吧，还是一定要吃啊！不吃又不行。亮光，
因为喜欢，因为作者喜欢钓鱼。下雨了，我想像他这么自由，做个自由的男人。我这头上这个是生病还是流汗啊？他妈恶心！拔不掉啊，这老人斑是不是啊？哦，可以了。救胡主打钓鱼，我的脸怎么了？不知道。嗯，这马桶我以为会蹦出兔子还是什么。罗伯特 Hill， 病人病例。H193IR in real life Lake， 这是我的病历表，字好小哦，身份证号码之类的，以下的字根本看不清楚啊。女人死亡1971年，现在是1972吗？一年前，半年前，神秘的失踪，哎。回忆哦，这算回忆哦，有没有哀啊？这一还哀啊？一哀咯？几号去世？12号。咚咚。这个节哀顺变这个人就是当初拿调查表来我家的那个人，对不对？我还想待吗？不想，我想出院呢。我是在帮你啊，你们记得要投那个人啊，老爸是在对你劝你做好事，不要害了社会。对应的放上去，这样。第二个东西是相框，框子。怎么这次不能睡啊？好娱乐。漏水了，阿小，把东西搞坏了。我有密码吗 ？F 是第一个字吗？第一个是 F， 234 FA。FAT T 对 FATE Fate 命运，这一切都是命运。我想得到进入罗伯特先生梦境的许可。沙拉 White 可疑型。一位员工有可疑行为，也许对我有利，定有企图。意思啊？这密码，这个每一个都要输入吗？嗯。你在看什么？
遵守规矩，不要添乱。哦，这么简单啊、哦？我以为他要把我抓起来揍一顿，还是什么东西？不是哦，听那个喵喵喵喵喵声音超级吵的。等一下，想不想？哎、欸，等等。还是要有人要进来了，是不是？请保持理智，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了。电脑跟按钮嘛，然后还有一个是马桶这边的东西，写什么？禁止。我要从这里出去，我要从高雄逃出去。白门医生，你看他长这个样子哦。Green 密码锁 ，Green 锁。亲爱的医生 ，Hill 先生是我们重要的病患，他的记忆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好，你可以把密码改成 Hope 吗？吉姆，不对，亚当是 Hope。凯瑟琳，你好，我不记得我的密码了，写在了 Here 的档案上。亨利，亨利的密码。希望今晚能够照常进行，连接罗伯特的大脑，确保他不会醒来。昨晚发生意外了，幸运的是他记忆没有腐坏。患者一旦在梦里醒来，我们就会全部付诸东流，一定要谨慎。他们要的是我的记忆的那个资料资讯啊，跟我这个人是完全没有什么意义的。到时至到笑脸踢突，对，有关女人的部分，他们要找的是那个女的的事情吧？东西啊，还需要接好之后才能开。这个接条件是不行的，你要全部不能有漏洞这样。那个女的，还有罗伯特医生，欸、不对，这不是医生吧？这是猫头鹰啊！怎么会还记得啊？后面那个是不是旅馆？不是，鸟巢咖啡厅。枪是自杀了没？没有。是那个谁啦，想不起来名字了，反正就是什么蹦 here 还是蹦蹦懒趴蹦一胖的，他们那个家人的那个男的。啊啊！请数到三，好，三二一，可以吧？一什么数到三我不会啦，要打灯镇静剂你就打啊，还要我自己数？湖畔之女。There I was, or at least what was left of me.
这个地方我知道嘛，这是乌鸦，这个场景我好像看过欸。他这个罗伯特在之前某一个系列是不是有出来过，在一个谜题的一段，对不对？ I ordered another drink. 嗯，剧院哦，走快一点啊。The barman was a strange fellow. 嗯，人家都永生不死了。Any money left?还是这是剧院的糟老头而已啊 ！I took my wallet. Seven, please. I don't have any change. 嗯。There you go, sir. Bloody Mary. Bloody Mary. 嗯。I took a sip. 猪 ？He looked at me.这眼神好鸡啊 ！What do you have on your mind？ 想打架是不是 ？I took the photo out and unfolded it. 亲爱的鲍勃，这是分手信之类的吧 ？Women can't live with them, can't live without them. 讲到这样很懂一样。I put my glass down. I have a solution, but it will cost you something.吃That would be 18. 要吃鱼是不是You know what to do, Mr. Hill. 这个酒保就直接叫我自杀去十字算了。妈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就对了。I hesitated. 我记得我进过罗伯特的头里面，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印象？进去解了谜题，she started singing as loud as she could. 嗯，看这好诡异，在干嘛啊？选一样的就好了吗？我对音乐完全不懂。Am I really doing this? 嗯，他是那个自杀的男人，那但是他又被送到医院来，就说不定就是我身体还是怎样脑已经脑死了，但是他们能够用仪器把我脑中的资讯给窃取出来。是什么？地上有个蓝蓝的、欸，你的，这人不能下来一点吗？这怎么看起来这个脸有点像班长啊？触及底线，希望喜欢新房间哦。我被关到紧闭室去了、啊，你的。照顺序来，上面有一条水流。Duck， 这是第二个密码的形状。等一下，什么东西啊？我都不知道到底在按什么东西啊！Face， 这样，我干，
灵魂。Yes. Your actual. 面对你黑暗的灵魂。Your actual. 这样啦，合而为一了。好恶心啊！引导出自己身体里面的黑暗原力，灵魂出窍 ，Cube。好恐怖哦！遗失之魂。The bullet went.Straight through my head. But then I saw all my memories drifting by. Remember, Donna. 电视，他家，他的咖啡，他的工厂。遗失之魂俱乐部。The bouncer looked at me. His eyes widened. 这是在做什么信号吗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哎，我头中弹呢。Very good. Come in. The door's opened.It was hard to find familiar faces. Yeah, yeah. Yeah, yeah. 有路头欸。I looked at the DJ. 有猫头鹰欸。He took the record. 黑暗灵魂。He put the needle on. And it spun. Guy walked up to me. Hey, man. Enjoying the night? No. What do you have on your face? 弹孔 I can almost look through you. What did he mean? I touched my face. I moved my finger to the hole. What did I do? 我真是害到不行啊！靠北，好爽啊！你看那边抠来抠去的。I felt again and again. I can't. And then I realized I lost it all. I was losing my mind. My soul was changing. This 音乐变得不好听，刚刚那个比较好听。But suddenly.A glimpse of recognition. There she was. She opened her eyes. Her head turned upside down. Huh? Everything was changing. Huh?The moths flew into her eyes. I wish we could go back to where it all started. 那他干嘛一开始要拒绝主角 ？Up in the air, leaving me again. 还不就是他搞出来的？第六天。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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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是谁啊？我靠！我已经取得我的灵魂了。我要吃肉。为什么难度变得那么高？嗯？我的分灵体跑出去了。他从花盆长出来那个，为什么我有点想到自己的片头？好恶哦！这是玩什么？给他吃吗？在干嘛？砸死了！从这一关开始，这些题目我完全找不到一个逻辑可言，到底在冲哪小？把自己吃了？这边已经进入了虚无世界了。我的房间，这样，嗯，它亮哪里我就点哪里就对了。小人睡了，我也要睡了，睡吧。I woke up in the street. I was looking at the sky. Clouds were drifting by. 那我也要睡啦。为啥小？ A shadow came over me.我头上的弹孔不见了。An old woman was standing next to me. She poked me with her stick. You should call someone. And she dropped a coin. I grabbed it. Slowly, I got up. There was only one place I could call.I walked to a phone booth. I put the coin in. I looked at the card and took the receiver. I dialed the number. 1 3 2 I listened. Hello, Mr. Hill. We are expecting you.这声音好熟哦。Wait for the car. I put the phone down. 这声音好熟哦。A car arrived. 他们的声音都好有磁性。I opened the door. The driver turned the mirror. For a moment, he looked at me. 嗯。We drove to a large building with a white sign.没有啦，他们的那个声线真的。
我是没停车啊，停车啊！I looked up. The white door. White door. There was a man standing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 Mr. Hill, follow Mr. me. Hill, follow me. Please, sit Please. Down. Welcome to our institute. You have made the right choice. We are here to help you retrieve your lost memories and bring back color to your life.嗯，啊，后面的壁纸都是 cube， 你们有看到吗 ？Sign this paper。一二，给我啊 ！Please sign here。Thank you。我什么都没写，怎么就开怎样成功了？是不是？Thank you, Mr. Hill. Let's start with the first test. I will show you some items you might recognize. Move them to the right. One, a donut. Donut. Two, a box. Box. Three, a plant. Four, a photo. Five, a speaker box. Six, a coin.Seven, a bird. Thank you. Now follow me. Please meet Sarah. She is at the end of the hallway. The lights went on, one by one. This 就是来做表格那个家伙吗？Hi, Bob. Good to see you again. You almost remember it all now. Open the door and bring color to your life. 第七天，该回家了。不对啊，我刚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睡在那边啊？让所有的东西都恢复成彩色的。啊，我恢复了第一个，所以窗子有一块是彩色。我要把所有东西都成功想起来之类的。绿色。代表说我曾经在这边住过，不过我又活着出去了，是不是？我不希望我活着出去。这是不是小米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够了。好，可以，赞。死人醒来了。
Voice. I was walking in the park. 可能就是他的负面吗？另外一面。A woman sat in the bench. 他虚无的那一面。I stopped to look at her. A bird flew away. She was drawing something.She put down her pencil. I asked her, Hey, how much? What are you drawing? She looked down. 她眼睛好恐怖。It's a robin. She said, 这我画的。She moved her hand and closed the book. 那棵树就是锈湖的树。I'm sorry, it's gone now.She stared at me. No, it's not. It's all in your head. She closed her eyes. 我已经有点忘记这整个系列，对不对？这个女的是扮演着什么角色？我完全已经忘记了。那个黑影子的来源我们已经有玩过了，像好像是在天堂那一带，对不对？忘光了。哦，还有莎拉的部分啊，帮他盖被被。亲爱的莎拉，记忆通过患者睡眠连接物质提取。谨慎对待他的记忆，那个女人是重点观察对象啊、哦，完全就是为了那个女的而已。罗伯特就是一个刚好跟那个女的有关联的人，这样而已。威廉重生成这个女的，嗯，你又是这个啊？哇靠！莎拉跟树，这应该是树吧？邓提，嗯，女人或枪，他应该是没有，所以我们要选有的，对不对？成功了。把它画掉啊！让这个女人在罗伯特的记忆中不见。他们警告说不要去碰她的记忆。哎，给你提示图的色彩的大概，然后去拼出那个印象。
把他记忆给替换掉了就对了。等于是把所有的记忆都消除之后，然后再输送进他的脑袋里面啊。然后盖好被被睡觉，把那个女的在他的脑海中全部删掉，然后又再来了一次这样。I saw an empty bench. 原本这个女的是坐在这边的。For a moment, I stopped.A bird flew away. 太酷了。I kept on walking. 隐藏结局是这样哦，我觉得不是这个女的想要罗伯特喜欢她或者什么，她等于是把这个。女的从她记忆中删除，那她是不是就可以出院了？因为这个医院要的只不过是这个女的在她脑海中的记忆而已，对不对？就是这个资讯而已。这个护士等于是帮她走出了这一段，没错吧？应该是这样子啦。不过我觉得罗伯特其实也蛮可怜的吧？他就只是跟这个转身的女人有一点联系而已。然后就要经历这一切东西，还是说他下一座又会有一些解释这样啊？感觉罗伯特就是那种很随小的路人，刚好碰到了而已啦，你们知道吧？就比如说我今天养了一只皮蛋嘛，啊，他就永生不老啊。那他们为了要把皮蛋抓回去研究永生不老，然后我就变成了他们要研究的对象，把我抓过去，然后各种吃药，各种。乱七八糟做实验，然后为了要提取我脑海中皮蛋这生活的时间的一些记忆跟现象，他们就是要研究说他吃了长生不老药之后有什么动作，然后每天的行程是什么，你们知道吧？懂这意思了吧？所以这个护士就把我脑海中皮蛋的记忆删掉，那我就可以出院了，因为我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没有用处了。这样子解释很了解了吧？但是每一个系列其实都跟它的主题是有联系的。这次刚好就是讲到女人的生前一些跟罗伯特之间的关系了。我是希望能够再来一个真正的主线。先关掉啦，玩了好久哦，实际上。